来 ，Action！ 6月25号星期五的淘宝开箱麦快片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这需要解读。谁要往哪里跑？我先去跑。爷爷有我爱这个 TNT， 是麦块的乐高，对，是乐高。建造我的世界是以更多数据的方式，它可以用。这个麦块是423元。好，这个是那个你如果困扰的时候可以抠，然后粘水，然后就是贴纸，贴自然的身体和我们的脸。好算是好。原来它是一个废矿啊，好简单啊。它读起来就是一个像废矿的东西，但我想废矿里应该不会自动放天线。颜色。Action。Hello， 我是丽丽。我是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组麦块的乐高。好，那我负责这本，你把这本。人物的，前面你负责组生物组。是的，我先打。主板之类，没有把它们用好了。主板，好，打开生物系的，里面有看到一些人的头啊、眼睛啊、身体之类的，就是我现在开始这一包。哎，猪，猪猪人。猪猪人要怎么说啊？僵尸猪人，我僵尸猪人，对，我在心里一直想地狱猪人，猪猪猪人，那是的。好，我们的凋零突弓完成，突弓又拿着弓箭，这样子，所以才可以做。啦哒哒西啦啦。哇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这帮，这帮是手的嘛？对。你们在干嘛？妹妹。没有人理我。那不是裤子啊。我可以帮忙吗？那不是小裤子。哎呦，安德拿着 TNT。安德拿着 TNT， 我们这局先把人物组好。这是铁桶，这是装东西的铁桶。我少，他少了一只脚哎，他可是村民哎，你要让他少一只脚吗？你想你在麦块里玩，找到村庄的时候，只有有一些村民少了一只脚。就先这样子吧，骷髅煮好了，凋零煮好了，来嘞，煮好。再来，我要煮尸底夫，他的裤子僵尸猪人，僵尸人，猪蘑菇。僵尸是一个汉语词语，古意为僵尸，意思是僵持不下，无所进展。哦，谁谁哦？哎。不是谁哦，白费了啦！僵尸猪人太难煮了，比阿累还难煮，比那 Steve 还难煮。说好斯蒂夫的时候，我这里有一个，看你看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找到了。No！哒哒哒哒，喵喵喵，僵尸猪人完成。这个少一只腿的村民啊，还没完成。好，村民完成。
你的头嘞？他的头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组好一个僵尸。你有没有羊？有的，我有一只羊，一包一只送给你，一只送给他，还有一包留，还有一个羊。这羊有点畸形哦，畸形状。这个羊才是真正的羊，对，它只是真正的麦块里的 Steve， 还吃胡萝卜，真不像样。这是假的麦块里的 Steve， 没在吃胡萝卜，真不像样。我才不像样嘞！小羊小羊，你没有毛，没有我吃的，我有三大包，一包送一包给自己，一包给自己，最后一包留给自己做衣裳。这猪根本就是羊了吧？什么？这猪是羊哎！我需要用我的超级神武器。你有在用你的超级神武器吗 ？No！这超级神武器不可靠，是这样子用的。你看这只猪也好怪哦，这两只动物都是畸形种。你看这只才对。啊！真是的，没拿盾牌还拿稿子，真不像样。所以呢，来，等一下，这是第一个小剧场画面，是第一个。来，我身上带着很多金块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擦擦擦！哦，耶，好多金块，还有一个附魔剑，小剑剑，我不要你了。猪猪，猪猪，擦擦擦擦擦！我的猪肉，我才是。耶羊，不要抢我身上的羊，也不抢，把你羊羊杀死，炸！村长已经被杀死了 ，TNT， 我死了 ，TNT， 我死了，我掉了胡萝卜和剑，好烂哦。噔噔噔噔噔，还有装一只的人，噔，还有这是我自己乱装的，擦擦擦，可爱，这是恶心又可爱的 Aleph， 这是一只畸形种的猪，这是一只，这是正常 Aleph。满满的刀剑斧锄，都是这个撕下来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煮好这些。好，那六小姐，我是丽丽。那我上次呢，上集我们因为体力不够，所以拼到一半的人物而撤退。然后之后呢，妈妈帮我们拼好了全部的人物，然后还有这个猫爆树屋。猫爆树屋，这是啥？今天的主题是要做这个矿坑吧？应该是矿坑。对，好，那第一步骤我们先找6×8的灰色，和一个4×8的。这全部都是这下一步的材料。对，哇，奔奔找找，最奔奔找找，这里奔奔找找，我先把这个拼起来，不然等一下还要再连续拼塔，真的，
好，那我们要放喽，三、二。我的手直接都红了，很痛哎。好，那这是总共，这是总共我们，我随便先乱讲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这么组的吧。这总之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组合。对，好，那下面的订阅我们穿掉我点东西，先骗一下，直接拜。还要记得订阅。